JR 熊本站。哎呦，蹦极墙呢？这蹦极墙呢？那个是不会咬人的吗？你到底这做成蹦极墙呢？那好了，我来去。你们也是？你也是啥子？哎，这做成蹦极墙呢？对啊，这蹦极墙呢？谁呢？哇！哥哥，这边。啊，他自己把他自己卡住啊！他把他钻进去啊！他钻进去啊！他都钻进去哎！この前まで葉っぱがなかったけれども、もうあるなってどんどん。妈妈，你站我后面好吗？我知道啊。有看到底部了。
土地の経済問題や飯田西出丸、そして本丸上段の意は大天使が完成しました。我觉得地震好像让日本人都不敢买房子耶。我肚子是这么白的，你看就是这个，就是这种，这种厚，这上面好白。好了，六十了。